这是一首贝多芬的小提琴的小品哦。那通常我会听到小提琴呢演奏了这一首作品，它原本呢是 F 调的。那没错，给 Alto Saxophone 呢吹奏呢，的确 Saxophone 要吹低调，那就会刚好跟原曲的调性是一样的。那 Saxophone 来吹奏一些古代的以前的这个古典乐曲。那有些好处，比如说这是一首弦乐的作品，我们尽可能的将它呢呈现的每个句子都很漂亮，那来加强我们的这个气的运用，而且呢更理想的状态呢就是它的这个音准跟节奏呢都这个在理想的范围内，不过还是以音乐为主，而这一些这个该维持的音准跟节奏呢为辅，音乐要演奏的好听，所以是句子要漂亮。好，这一首我也没有练习过，所以我们用呢速度等于60来练习八分音符当做一拍，我们试试看哦。因为这个你也可以用这个影片呢来陪伴你自己练习，所以我每一个动作如果是正确的话呢，我都会再做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来练习。Okay. 1、2，我发现这么慢了，3、4。因为我没有练过这一个作品，所以呢，一些装饰音或者是呢一些比如像呢这个回音、回旋音哈，这些我就先不理它，尽量维持呢，让我自己去熟悉这个音的音准，那这个音的节奏，嘟哒哒哒，它原本没有那么慢，所以呢，我必须在这边换气。那原则上呢，这一整句是不换气的，那可能到这边这一整句是不换气的，目前我还是得换气。好，第一次，第二次，可以一起吹。TF 的指法呢，就是按着发，然后用无名指去按声发。第二次，2、3、3、4。加键的指法哈，按住 re， 但是呢，还是一样有按这个低音的 C， 低音的 C， 按住 re， 按住低音的 C， 让它整个，就是把高八度的一个八度的 re 呢音准降下来。OK， 1、2、3。在这边再补一口气，
西哆瑞咪才有办法到这边。好，所以这边等于是要吸一口气，两口气。好，那我速度快一点点哦。好，第一次一二。速度快一点，60的话，那我就加个10好了，因为我已经慢慢的熟悉了。好，吹第一次，连续吹两次。其实不应该加速度的，应该要、把一些装饰音加上去。这边解释一下 ，re 哪有这个回旋音呢？在调性里面，调性里面是 re。咪瑞哆瑞要升哆，瑞咪瑞哆瑞。所以我试试看，在第四拍的时候，一、二、三。好，第二个来瑞哎。舌头哒哒，就要这边就用舌头断掉的。OK， 分句要分清楚。好，再试一次，一、二、三，三三。可能刚才我在练高八度音的时候，还有累积了一些水气，音准就一定都是在要慢慢的练习当中去注意。就可以了。咪发咪发咪。两组，咪发咪发咪瑞咪哆，一定要在准时上的时候是瑞咪，咪发咪发瑞咪哆。
就是就我们要的结果，试试看好不好听。他去他西哆西拉西要升拉，西哆瑞瑞，西哆瑞瑞，西哆，西哆瑞瑞，西哆西拉西哆瑞瑞。哦，对啊，这个拍子要搞清楚。C 二，一呀一呀意大利啦，一二三四五，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好，上拍，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一二三四五，一二一。这个啦啦哆，我按的五名指，还有高音啦。哆啦哆，就只有左手的动作而已。啦哆瑞会比较好吹。好，没有这样按的话，没有按大拇指跟 hold 住大拇指跟无名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啦哆会比较不好下去，而且哆的音准有时候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修正，按高音键跟无名指。啦声哆瑞。速度很，现在速度很慢，所以我可以非常的精准的把每一个音的音准呢都对到那个地方。好，等一下我从头来一次呢，搞不好就没那么准确了，所以还是要以终极目标来前进哦。好，我来试一下这一整句。好，我这边再练习一次。四五一二一，一二三一二一，一二三一二一，咪发咪瑞咪哆，咪发咪发咪瑞咪哆。好，超快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一。整个来一次，一二，不想再看我的音准了，我想把音乐性做好。预备，
来看我自己的音准，预备，哎。试试看，加快速度。那我先把这个速度加快以后呢，我放在心里。一、二、二、二、三、二，记住这个速度。算错拍子了。刚才太赶了。OK， 可以的话，这就是第一次的练习，未来还是会有很多次的尝试。下次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分段练习，是很快速的将乐曲熟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